All offense. Offense is the best defense. 智慧不是打擂台，没有既定的规则。如果有人要攞我们的命，我们在没得选择的情况下，应该用尽一切方法去保护自己，包括攻击对方。Finger sweep， 用手扫向敌人眼睛，一般不会造成永久的眼部伤害，但是就可以令对方感到痛楚，制造机会给我们逃走。Run slap， 用手拍打对方的下阴。在众多类似的攻击当中， Run slap 造成的伤害是相对轻微，但是就足够令对方因为痛楚而暂停攻击我们，为我们争取逃生的时间。 Headbutt， 用前额或者后尾枕撞向敌人，可以用在自己双手被牵制的时候，一般不会致命，但是就足够减缓对方的攻势。